全球气候变迁是现在很热门的一个议题，那大学在节能减碳扮演很重要的角色。那岭东科大12年前就成立了节能中心，我们用智慧的东西让所有的节能减碳都透明化，那也获得很多的奖牌，也获得各界的赞许。监控中心是我们设置的一个能资源管理系统，一个重要的一个设备，那有效的管理我们的用电设备的一个控管，一个使用时间，那达到我们一个节能的一个成效。岭东科大将投入更多的资源来达到校园永续发展及节能环保的目的。节能经验传承，减碳智慧分享，让我们一起成为节能标杆。